大家好，我叫李廷清，来自广东，毕业于复旦大学，目前就读于高丽大学韩国史学系，正在准备博士论文。我之所以选择高丽大学，跟大家一样，首先是因为高丽大学是韩国最著名的学府之一，其次，我的硕士指导教授是第一个在韩国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大陆学者，他正是毕业于高丽大学，他也希望我继承这一血统。最后，跟我自己的专业相关，我研究的是高丽时代的历史，而高丽大学不仅仅是校名来源于高丽王朝，也是韩国高丽史研究的重镇。来了高丽之后，我不仅仅深深地感受到了高丽大学作为最高学府的浓厚的学术氛围，还被高丽大学学生丰富多彩的活动所吸引，尤其是每年高丽大学与延世大学之间的体育对抗赛及所谓的高岩仗，都会使我震撼不已，因为这是在中国的大学里无法体验到的。此外，高丽大学是全韩最国际化最高的学府，中国留学生相当多，高丽附近还有庆熙大学和韩国外大，他们同样也有很多中国留学生，所以学校周围中国食品店、中国餐馆非常多，中餐外卖也非常发达，已经可以微信点餐，然后微信或支付宝支付，韩币也可以，所以非常方便。希望大家以后也来就读于高丽大学。大家好，我叫邓毅，目前就读于高丽大学传媒学院，现在是研究生第一学期。我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因为对韩国文化产业的浓厚兴趣，我从本科开始就计划来韩国留学。在选择学校的时候，我发现高丽大学的传媒专业不仅在韩国排名数一数二，而且最能带给我所想要的东西，所以我选择了这里。高丽大学的传媒专业结合理论与实践，既有大量的学术研究机会和极高的学术研究水平，同时又对实际应用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对于对传媒专业所感兴趣的同学来说是个非常好的选择。另外，这所学校是一所极其国际化的学校，我们专业的课程大部分都是英语授课，而且在这里你不仅能够提高韩语水平，而且英语也能够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哦。而且我的专业方向中各国留学生很多，在这里你不仅能够深入地了解韩国的文化，而且也能与其他学校、其他国家的同学们交流各国的文化，所以是一种非常难得和宝贵的经历。虽然我在这里的时间还不算长，但是无论是学业还是生活，我都收获非常多，而且也有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亲切的前辈们，所以我也欢迎大家也来到高丽，我呢也会作为亲切的前辈与大家一起努力的。亲爱的学弟学妹们，你们好，我叫申春兰，目前我在高丽大学比较文学专业攻读博士课程第三学期。我在吉林大学文学院学习期间，对外国文学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选择了比较文学专业。高丽大学拥有全亚洲乃至全世界专业领域最著名的教授团队，他们和蔼可亲，对我平时的学习给予了最专业的指导。同时，高丽大学会经常举办国际学术论坛，也有很多中国的大学参与。高丽大学的图书馆藏书量大，自从学校安了自助借书机后，读书变得更加方便了。除了最好的学习环境之外，一年一度的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的运动会非常震惊，在现场你会因为自己是高大学子而感到自豪。我完成了硕士课程之后，拿到全额奖学金继续攻读博士，在这里我非常欢迎你们的到来。大家好，我是来自延边大学2010级麻醉专业的金香妍，现在就读于高丽大学医学院生理学教室，硕博连读过程。刚开始准备留学的时候，为了上高丽大学，自己找资料，亲手把准备好的材料交上去，整个的过程都非常辛苦。而且当时眼看着身边的同学在国内一个个都考上研究生，开始新的生活，心里更加焦急，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对不对。直到现在，在高丽大学两年多余，我不后悔当初的决定，反而感谢当年背负热情，志愿高丽大学的自己。来到高丽大学给我的感觉就是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因为高丽大学是韩国的顶尖大学，
所以实验环境比一般大学要好很多。做实验的时候需要很多费用昂贵的机器，还有实验当中需要一些新的技术，高丽大学的负责人都会第一时间给我们安排培训。高丽大学在韩国拥有三个附属医院，都是韩国名列前茅的规模。在韩国想在大学医院就诊非常难，可是高丽大学的学生就可以享受到院内的特殊福利，就诊也更加方便。因为是名门学校，所以教授的业绩也不同寻常。跟着教授上美国参加世界规模最大的神经科学学术会，在那里见到了很多世界级大腕，对我的学习热情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你也在考虑留学，或者还在考虑当中，那么我想跟你说，还在犹豫什么呢？